带臭氧发生器的气泡清洗机，气泡清洗机，看我们那个臭氧的管上，就是进到我们那个吸气的管，然后再一个地方就是我们调那个臭氧量的大小，臭氧量的大小这一个，然后看一下里面，然后我们再一个就是那个臭氧发生器，臭氧发生器，整个这是一个臭氧发生器的泵，啊，这是那个发生器的主体。啊，这是那个电路板，这是整个的一个臭氧发生器，啊，这一个舵子呢是可以调节大小的，我们这个可以调节这个臭氧量的大小，这是一个带臭氧的气泡发生器，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加了一个，就是有那些菜叶渣子的，到这个地方可以捞一下，嗯。